有找到什么吗，渊侯行者？不要相信渊侯中看见的任何东西，别吸引到淫欲之主的注意。你一定想不到，竟然能在丢弃到渊侯的废物里找到好东西。我实在很佩服我的眼光，竟然能这么精准。 你是来交易的吗？还是白费口舌？我就不在。守则一，随时都要准备好退场计划。如果想在渊侯持续存活下去，就得先规划好逃脱路线。我知道被困在这里的我定下这条规则，实在有点讽刺。 你可以笑几声，没关系，我不会生气的。笑完了，就快点去收集我需要的冥魄，你的爱侣正等着你。 你的火焰，你在我心里延续。不管你躲在哪里，我都会把你救出来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太远了。你没有被跟踪吧？
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守则二，保持低调。冤猴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进来拿到你要的东西，然后就离开，尽量保持四肢健全，完整的走出去。既然炎狱之主盯上了你，你差不多已经完了。你在冤侯做的任何事都会引起他的注意，而我们最不希望就是引起他的注意。首先他会派兽魂者来找你，然后是哨塔，接着是他的杀手部队，在那之后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总之你的行动必须精准谨慎，才不会丧命。好消息是你在我的藏身处是安全的，但是出去就危险了。记住，要是你出事了，你先前收集的宝贵名魄可能会不小心流失一些。别担心凡人，只要避开他的凝视一天，炎狱之主的注意力就会转到别的地方，到时候你就能再次外出冒险了，为我寻找更多的名魄。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。就这样。守则三，换取信任。信任需要主动换取，情报需要付出代价。你还记得我给你的暗语吗？没错，现在你欠我了。没有目标。为了大地之母，休想逃出冤府。
我有无限的时间，凡人，当狱主之眼凝视着你，最好提高警觉。要是失去像你这么有潜力的交易伙伴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去发掘，你真的不该留在这里。银狱之主不喜欢有人拿走他的东西，即使是他不要的。去吧，该回奥瑞博斯了。有什么消息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要挑。我们依循使命。为了任氏的荣耀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鲁塔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教训。这些武器都有经过实战测试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出征吧，
赢得你的荣耀。所有军备任你挑选。啊，学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享受你的实地研究，就等你准备好，哦，感觉会很好玩。准备开工了吧？开你的心胸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学徒。什么？我会感觉好空虚啊。你今天又制作了什么？虽然你的家族背叛了，但我们同意要好好谈判，有话就说吧。我们不是樊侯加尔玛的朋友，如果你肯接纳我们，我们就加入你。为了克利瑟斯，为了阿卡雷克，感谢你，冤侯行者。有你和我们并肩作战，我们一定会胜利。艾曼尼，你觉得呢？我才不要跟谁并肩作战，我带头，其他人跟上。等等，艾曼尼。你是来检查的吗？我只接受胜利。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。你是谁？你很有名吗？保持警觉。聆听风中的低语。
有事吗？我这忙着争取荣誉。祝你一战成名。你最近又做什么吗？武器可不会自己打人。士兵，有话快说。荣誉可没办法不劳而获。你有感受到冤火在撕扯你的心灵吗？别吸引到银玉之主的注意。就这样吗，冤侯行者？让我们的道路在此地交汇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守好你的灵魂，他派来的人，不对，并不是他，是别种东西。凡人，不对，等等。居然有凡人在冤侯自由走动，还一路来到了我的监狱，是要来救我的吗？还是来利用我的？我曾经被他利用，大家都叫他炎狱之主，他利用我来打造我的记忆。我失去记忆已经不对，是被他给拿走了。
他利用我来达成野心，然后就把我丢弃在这里。我失去记忆已经多久了？都不重要了，反正无论时间如何流逝，死亡也不会到来。猿猴行者，你在这里来来去去，是来救我的吗？或许吧。是来帮我的吗？是的，你帮我，我也帮你。命运已经把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了。我记得你，不要迷失在绝望之中。你找到什么了吗？
再靠近一点。
靠近一点。
有找到什么吗，猿猴行者？去发掘更多秘密，届时我们再谈。没必要就不要回来。不要相信猿猴中看见的任何东西。我会尽力协助你。你没有被跟踪吧？我就不再耽搁你了。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你新来的吗？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所有军备任你挑选。出征吧，赢得你的荣耀。我只接受胜利。芬芳的腐败气息，至尊眷顾你。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容器。
想打架吧？你是来检查的吗？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暂时有看到想要的东西吗？这些是出清的东西，随意看看。你身上是不是有些过去的肉？人都有默默无闻的时候，是吧？